并没有真的要借钱，他当初只是抱着好奇心去贷款，没有想到要拨付150新元的手续费就算了，现在还要再给10000新元，那男子怎么可能会顺大耳龙的意呢？在大耳龙讨钱失败之后，就在上个星期五，月底到男子岳父岳母位于柔佛马的夫妻，那超级大耳龙就是拍下了整个过程，然后将视频发给男子的妻子。并附上大耳龙的名字和身份证，恐吓他问：“那这是你的家人吗？”更过分的是，3天之后，大耳龙再一次找上门，不过这一次就不是抛弃了，而是抛掷汽油弹。大耳龙的名字是大耳龙的名字，在另一个国家，男子的岳父岳母今天在行动党八级里国会议员陈红斌的助理陈天顺的安排之下，召开记者会，讲述这段经历。女婿最终并没有借到钱，也没有欠钱，甚至还倒赔了450新元。陈天顺也呼吁民众警惕社交媒体的诈骗链接，如果真的财务出现问题需要借贷的话，应该寻求正常管道，避免掉入诈骗圈套。好，我们先暂时打住，来看新闻热搜。出点血是不可能的，正确来说是